有这话是我的眼中钉，伊今仔日消息是我上好的礼物。今日小姐大输大意啊！我会把这件代志处理甲是一件意外。恁哪会当安尼做啊？将苦分分予志文，你甲江宏杰一定爱找予你。我无。既然今嘛连恁爸讲的话你都歪听，我嘛无需要甲暗坎你做唔对的代志啊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炮声。